年快乐。圣梅露，so near more.
this be your bread, just like every child? To find a place,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, give us faith so we'll be saved. Elevate higher, just above. Sent all catches.嘿、hey, ，方磊啊，今天呢跟方磊合作非常的亲切，谢谢赵老师。尤其是在这个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来到洛杉矶，感受到这方人、这方水土，同时呢感觉到呢我们所有的华侨华人在这里生活的非常好，奋斗的非常的出色，感觉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。是的，赵老师啊，其实啊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在台上的大部分演员呐、啊。都是业余的、哦、对，他们平时白天上班，晚上大家为了共同的兴趣爱好就聚在一块排练。嗯，其实真正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，真不容易哈、啊！我建议响起热烈的掌声，向所有的演员们表示深深的敬意。谢谢。因为通过他们的努力，在我们台上展现出了姹紫嫣红的春天，通过他们的努力给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大爱。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，就是由三位杰出的华人领衔主演的一个节目，叫《大爱无疆》。一位呢是爱心天使代表，驰骋华语乐坛20年的著名摇滚歌手，兽人乐队主唱戴琴和他们的伙伴们为大家演唱他们的经典作品，叫《天使》。那第二位呢，是享誉世界各地的著名健康养生学专家Doctor and Master 智刚沙和7岁的女孩 Zoe 为我们演唱的 God Gives His Heart to Me。 还有一位呢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陈和霞女士，她用心呵护着自闭症的孩子们，他们共同为大家演唱感恩的心，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共同去关注那些自闭症的孩子们，走进他们的心里，给他们更多的关爱。演唱者们希望通过歌声来弘扬相爱、平安、和谐，也以此呢来展示本次晚会的一个重要主题，就是大爱无疆，天使在人间。掌声有请他们隆重出场。